可怜的叛徒，居然躲在无处可逃的地方。猿猴行者，戴纳瑟斯把你当成他的棋子，他很快就会回来，时间不多，让我向你揭露真相吧。 唯有牺牲，方能赎罪。戴纳瑟斯蒙蔽了你的双眼，而我会让你看见真相。接受这份力量，这是信任的象征。 才能获得原谅。管好你自己的罪孽时，跟随我，猿猴行者，你会明白你是为了什么而战。 你看，人民已经发声了，他们不愿为瑞文崔斯效命。 只要你开口，王啊，就像我之前解释过的，如此紧巧的程序可千万不能着急。收割灵魄是相当精密的。我们的朋友要等不及了，因为最近的事情我们要加快进度。伊纳瓦，快去办。但是主宰，我。 看看是谁来了，女士，你要对这些不请自来的客人更有警觉心一点。我不懂，是反抗我的控罪者和不幸的凡人爪牙，真厉害！你发现了我们的小秘密，但这一点都不碍事。 你夺走人民的灵魂，还让暗影之境全都陷入干旱。为什么？其他人只会浪费我们最珍贵的资源，那可不行。你放心，灵魄会用在更崇高的目的上。但我想，你没办法活着看到荣耀来临的那一刻了，王啊。 我会严厉的处置他们，那是当然。守卫，以主宰之名，我需要更多时间才能杀出一条血路，与我并肩作战吧。我已经考试反复了，死吧，凡人！ 你的灵魄对王来说很有价值了。我需要目标。
我已经超出范围。为了主宰，我离得太远了。死吧，凡人！这些妖怪没有你好，快！我们必须马上离开。不，蠢蛋，快阻止他们！面对你的过去，不然你会遭到刑罚。猿猴行者，我们在那边会合。我必须警告盟友，为接下来的事做好准备。猿猴行者，张开双眼，使用这个力量，这是唯一的方法。好吧，无助的凡人，我的希望破灭者会把你揪出来的。我们有一辈子的时间可以互相认识。需要再靠近一点。你再也没有容身之处，必要的话，我们会扫荡整个瑞文崔斯。这个计划可行，但有风险。幸运的是，猿猴行者克服了万难，终于抵达此处。我知道了。就算无望也能。你的任务非常重要，想赢就必须要正确的设置陷阱。我们会在庄园等你。
现在没有目标。任何迹象。看见冤猴行者吗？快说，否则就把你的血吸干。需要再居然自己跑来送死。到什么了吗？猿猴行者一定就在附近。
头颅了，宰了你的头颅。折的时候也暴露了自己的位置，你的末日到了。根据斥候回报，剧烈者正前往绝息坑，快点完成你的准备工作。下一个目标是什么？那些继续遵循主宰的人，你是来告解的吗？改变自己，我对这场闹剧感到厌烦了。来吧，我会让你死得痛快一点。换我们表现了，全军死守防线。只要愿意，每清除这些反抗势力，以主宰之名。吸取灵魂，用那鼻子。
现成。决定性的胜利，我们在学习坑外等你。唯有受苦，才有牺牲。我们要不是雷纳瑟王子，反抗军早就完蛋了。前往余禁区，找到西奥塔公爵，只有他知道王子在哪里。静止通行。找我吗？你不是坏的人，你是好的人。太远了。
禁止通行。你是好的人，还是坏的？盖了漂亮的章，写了很大的字。没问题，我看得懂。这上面写的就是你说的那样。好吧，你快走，坏的人。坠落，坠落，坠落，坠落！队伍一走丢，蠢蛋又上钩。抓抓，醒醒！步步神少主，紧紧跟随我。坏人藏身此屋，悲伤满泪流。疯癫欢闹满屋，此刻莫停留。绝妙，如我所料，引你尾随我来到。塔宾斯，是你吗？你有收到我的讯息吗？哦，你不是塔宾斯啊？哦，我失联了，真不好意思，我今天头发有点乱。如果你找到我的上衣，埋起来，别让我看见。我虽然疯癫，依然会注重基本礼仪。如果你找到我的茶，我待会儿可能会出现一些脱序行为，请让我先向你道歉。圣光，对我们，太残忍。这里人难以忍哦，黑暗，你好，我的老朋友。我不能攻击那个目标。喘一口气了，谢谢你。
至少我现在能在黑暗中死去。你这流氓，看你还敢不敢再这么失礼。如果你找到我的遮阳伞，我必保护好。可以喘一口气了，谢谢你。我需要目标。我警告你，不准有任何诈欺行为，除非我也参与其中。圣光，我诅咒你！圣光。我走，一切都不重要了，只感受到永远的痛苦。躲进黑暗才安全。现在没有目标，躲进黑暗才安全。躲进啊！你的双眼会化为尘沙。休息很好。哦，需不需要来点茶？喷头说明，一个疯癫老师生，另外两个泥池生，
才安全。太远了，躲起来！有光芒可是，目光浑身烧灼。躲起来，黑暗才安全。那剑双生，圣光弄动西奥塔。塔宾斯和加宾斯知道怎么做。茶可以赶走坏坏圣光。逃不了的。对，我确实应该喝杯茶了。塔宾斯最聪明。我的头痛痛，塔宾斯累累，你休息，塔宾斯泡茶。茶让西奥塔开心，我喜欢开心。塔宾斯，仔细想，食谱是三份臭东西。三份臭东西，四份恶心石头，恶心石头，两份火蘑菇。两份火蘑菇，一份邪恶木头。手指头数量的刺树枝，手指头数量的刺树枝。
手指头数量的次数之。手指头数量的次数之。最后需要茶壶，你去拿。塔宾斯累累。这臭泡泡不好喝。可是西奥塔说一定要加。我是比较帅的那个。茶总是能让西奥塔好起来。起床喽。黑暗，你好啊，我的老朋友。亲爱的塔宾斯，那些华丽的新茶香几乎让我能够继续忍受痛楚。贾宾斯，我猜你应该帮我把遮阳伞修好了吧。已经好了，嘉宾斯好棒棒！你真的好棒棒啊，我的朋友！太好了！啊，今天是个适合散步的好天气。西比尔女士愿意加入我们吗？废墟陷火海，隐蔽奇经海，他终将领悟。太好了，我们来走风景优美的这条路。嘉宾斯，遮阳伞拿近一点。那些躲躲藏藏的流氓真讨厌。没人觉得这道圣光很讨厌吗？真是讨厌啊！蒙贝石兽，你在这里呀、啊，乖狗狗，我帮你治疗一下。那些流氓的巢穴、隐蔽避难所就在山丘上。我们的后院充满遗失的裂片和懒惰的守卫。看来他们又派了另一位特使来迎接我们了。现在没有目标，我的家族屹立不摇。嘉宾斯，遮阳伞拿近一点。哦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喜欢在散步时练练短跑。嘉宾斯，遮阳伞拿近一点。
乖乖待在你的小茶室里面，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他的确小巧又精致，对吧，侯爵？谢谢您的赞赏。侯爵，也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。那我们先走了。能这样散步，感觉真好。避难所快到了，我来跟他们交涉吧。壳内无一物，顿获无事。是的，我错了，还是让西比尔女士来交涉比较恰当。儿子，罪姓太阳。一名亲族胜利。好玩，双胞胎，我们跟他是一起的，谢谢。我的裂片呢、真高兴看到你，西比尔。哦，感人的大团圆，大家喝茶吧。想一起散步吗？踏足向醉云。来看看新鲜商品喽！奋力激战，有些还能正常使用。身上好多武器，你要去打仗，低调一点，我可不想太引人注目。我需要目标。
要先找到木妖。没人再逃出余禁区。没有目标，会知道的。在没有目标，再靠近一点。